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Leo， 介绍楼盘的时间。今晚特别揀个夜晚的时间来看的。咁最主要就是我身后璀璨的一个夜景。咁呢边咧就单边向东，维港景。咁我而家身处咧就系呢个荃湾柏傲湾，一个由新世界发展同地铁合作的楼盘。呢个楼盘是一个一房单位嚟嘅，咁啊极之适合两口子住啦。楼高 3.15 米，实用面积348尺，有露台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片。哇，景观一流喎、哦，夜景特登拣呢个时间上嚟睇，见到远处嘅维港景，单边开扬，虽然是一房，咁我哋拼过嚟啦。再睇翻客饭厅分明，电视机架啦 ，sofa 位啊，呢、这个业主啱啱搬走咗，两公婆换大楼啦。咁再睇翻呢边开放式嘅设计，咁因为潮流兴开放式啊，电磁炉啊，各方面都齐晒，洗衣机啊。仲有微波炉啊，全部都有啦。咁再入嚟睇下啦，喂，个浴室同收楼时个标准一模一样，简直好似未住过咁样。咁再入嚟睇翻个主人房，哇，预设双人床同埋一个地台嘅储物之用，仲有一个高身。嘅衣櫃，咁其實物攞個 cushion 就可以入嚟住啊，應該係牀褥先啊，啊加埋個牀褥，咁再睇翻成個廳啦，方正實用。好啦，今日就介紹呢度，下次介紹個大啲嘅，有咩揾我啲用，拜拜。